同学，你们该回去上课了，好不好？好，心里面如果说有什么事想说的，可以过来找辅导老师，哦。 在天台上，有一些同学在 PR 的同学办追思仪式，对，你们，我们为什么没有过去？因为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做纪念。好，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但是阿乐是。 我话还没讲完，好吧？阿乐是你们的团长，嗯，你们是不是可以再替他多做些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好，好，记得有什么事想说，就来找主任说。没问题，没问题。想说什么？ 牛奶，你先吃，快点，刚录好。喂，蛋糕记得带回去哦。啊？为什么？我这么年纪还吃这么甜，万一得糖尿病怎么办啊？啊，没有这么严重啊。你们都这样讲，等到病严重了就来不及了。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哦。就你最近上班好不好？嘿嘿呀，他很开心。 他终身成功，现在同事都挂了，漂亮，很漂亮，所以他早上去上班。哎呦，有好康哎哦，看起来。哎妈嘞，我叫他一起来吃啊！不要不要不要，他饿了会直接给我钱。我们先吃，我们先吃，来来来。家凯没带钥匙啊？他刚跟我去吃饭了，那这个时间谁会来我们家？ 高嘉悦，哎，好久不见，高嘉悦，哎，高嘉阳，哎，你这是不欢迎我？没有，你喝醉，你喝醉，放下了，放下，哎呦，好久不见呢，八嘉悦，哎，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没说人家跑过来？啊，想你啊，好想你啊，哎。 哎呀，杨秀，哎，别安尼，你上辈，哇，高家的高级按摩椅，一定不是妈妈的，这是高家凯。高家凯，哇，你有够孝顺的呢，喂，高家凯，高家凯，高家凯，过来给你抬那个个半夜，高家凯，喂，喂。 哎呀，好久不见呢！那位，陈佑。喂，哇，陈佑，哇，他妈两年不见，他怎么那么高？哦，还好还好，长相你妈，不像他，可能小时候比较可爱。哎，妈妈，妈妈，妈妈，救救你，救救你，救救你！哎呀，哎呀，救我，救我，救我！ 哎，你忘了，你忘了，哎，你哦，你忘了，谁打的？你有记错，错了，错了，我知道了，是他生日啊，哈哈哈哈哈哈，哇，生日快乐，来来来来来，高大虎来了，高大虎不在，好，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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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怎么？ 咋的？你卡的啊！老爸给我得罪了。哎，哎。
동의해야돼요아맞아요오늘맞아요맞아요맞아요오늘맞아요那油炸的呀，你看。你哥怎么会突然回来啊？阿塞。哎、欸，你知道他回来还喝醉，整个发酒疯，爸妈都傻眼。啊？对啊。那他什么时候回去？阿三弟呢？哦，没问哎、欸。那明天吃饭会不会很尴尬啊？嗯，不知道，只要不要丢高就好了。啊，你带到我自己的兵吧。有啊，我明天要去高雄出差，所以会晚点到，你 OK 吗？你要让我跟高晨要自己面对哦。那我也下班晚点到，叫高晨先去。哎、欸，不会叫人哦。你妈今天第一天上班很辛苦。辛苦了。哎、欸欸欸，你不觉得你妈今天穿得很漂亮吗？嗯，嗯，哎、欸，青春期哦。啊，你要不要困啊？我怕你吐啊，我噎到噎死怎么办？还行，我人喝醉了。那你以前回来都住旅馆，为什么这次要住家里？啊，以前住旅馆你也念，啊，现在回到家你还要念。啊，这我睡我房间就好了。那个房间现在我在睡，我跟你妈都分房了。干嘛分房间？你怪怪的。哪里？你是在外面出事了？我在外面那么多年累啊，想家了。我说回来看看你们，又没什么。哎，那、啊、你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全家福？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啊！哎，很过分呢、欸。啊，你们拍全家福不等我回来？那陈佑的作业他贴上去的啦。哦，难怪哦，看起来怪怪的。哎、欸，啊，这边怎么有一只手？他只记得你的手啊。他真是手我的。哎、欸，爸，这样，高家凯，你不要弄他了，你。高家凯，为什么每次这么晚才回来啊？最近？你怎么那么晚还没睡？高凯，好久不见，高家玉，哎，有没有想我？干嘛啦？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没有回答爸爸。不是啊，你回来干嘛啦？回来啦！你回来干嘛？想你还要跟你睡一起啊！我现在没有房间的，跟你抱在一起。我不要，谁要跟你抱在一起啊？不然你叫爸爸去跟妈睡啊？对啊，你为什么不去跟妈睡啊？那你去跟妈睡啊？不要哦。可以哦，妈。我不要哦。好吵欸，你们。高嘉凯，你现在才回来啊？上去，赶快换衣服。你要不要开店？好了。妈，拍姐，我昨天喝醉了。哦，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呐、啊，啊？嗯。哦。你个这个真赞耶！那托你讲嘞，你都不用开店了，不用做生意了吗？快点呐、啊，高嘉凯，你快点哦！
为什么你跟妈妈分开走？我骑车了。哎、欸，那你这样不像嘞，那、啊、你骑车不会给爸妈骑啊？那、啊、你走路啊？我给他们骑啊，他们不要啊。不然三天也可以啊。啊，你有没有多带安全帽？干嘛？那、欸、你不要骑我，不要骑就好。你干嘛啦？哎、欸，去哪了？很好骑哎、欸。来帮忙了！啊！哎妈，我煮红茶，来来试试看。哎呦，哦，你个乖呢哦。爸跟你说我不会煮了。嗯，差不多。大凯，我在煮红茶的时候，你还吃奶粉。嗯，有没有？你在小琉球的时候，都是我在煮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味道。好啊，你有乖呢。啊，现在早餐卖那么贵。还有。刚刚看那个厚切的，85块。大凯，拿做一个给我吃。哇，你真的很厉害。啊，你开店那拢无讲话，很有默契哦。啊。啊，有点朝气啊。哎、欸，你那搞威哈！啊，把桌子拖出来。谢谢。你要接来过年了哈。喝什么？吃什么？老一套。哎、欸，冰红茶，蛋饼。蛋饼一个。冰红茶，冰。铁板面加蛋。铁板面加蛋哦。铁板面哦。冰红茶会不会很甜？不会的，不会很甜。那我冰红。哎、欸，啊、你们那个网购吃完了吗？还有吧。还有吗？好像可以再订。好了好了，没事没事。要订的时候告诉我。好，好，好。哎，干爸干妈。好，蛋饼。好好，蛋饼。新田里无限发量，无限量。嗯，我知道了。你要吃什么？爱心蛋饼。谁要蛋？哦。阿姨，哦，好像蛋饼快点去喝下呢。来，阿姨，拿这三明治。哦。干妈。同学，同学。亮亮。你还没付钱哦，不好意思，徐小新，你很笨哎。我问问你会帮我付啊？等一下，不好意思啊。你要不要这样吧？这大同学，有一个大招。你知道未成年对人家这样笑不好哎？怎么啦？爸，我要回去了。啊？妈，我要回去了。到底来干嘛的、啊？对呀、啊，来困呢，困困呢，要回去。哎、欸，我没有加钥匙。哇，哪去啊？还有你的铁板面。好啊。哎、欸，蛋饼。哎、欸，这里面。高嘉玉，骑我车干嘛、啊？什么事？没事，坐下。好。妈。回去就有喂鸟跟喂狗，干嘛不自己回去？高嘉玉回来把全部家里都打乱。我没车啦，走路回去啊。我没钥匙啊，拿我的。我什么个角落坐？妈，有没有什么要做的啦？你包裹要拿还是什么？没有。那我回去了。嗯。
哎呦，靠北！大家，我们是四个是乐团，今天我和我们乐团的阿乐发声，我们有一些话想说。阿乐，对不起，我们直到现在才发现你被霸凌的事情。我们四不四乐团绝对不容许这种事情在校园里面发生，所以我们要唱一些的歌来表达我们的愤怒和不满。小胖，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半身。小胖，干嘛啦？阿乐没来啦。阿乐，拍谁？高成耀。高成耀。你现在怎样？没怎样。没怎样，脸为什么画成这样？连阿乐脸都画成那样。那你知道带阿乐去哪里？我带他去属于他的地方。什么叫属于他的地方？所以呢，阿乐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办法管他，我管的人是你们。你们知道你们属于哪里吗？你们属于学校。我们乐团不属于任何人、啊、你们乐团就是属于学校。什么叫属于学校、啊、就是属于学校。什么叫就是属于学校？听不懂是？我真的听不懂啦、啊、高嘉悦，你在干嘛？偷东西哦，惊死啦！看到没来？你在找什么？找我毕业纪念册啊！毕业纪念册在马房间。看看有没有帮我收好啊？安杰啊，这不用收电啊。啊！哎，高凯，电话嘞？接下电话。哎呀，叫我拢怀疑呢。对，你高成耀？对，哇，安组长那么高？你昨天讲过。哦，啊，我昨天喝醉了。嗯，安怎样？你刚好画成这样。那什么？阿乐，阿乐姐，我是乐团主唱。哦，搞乐团的。嗯，那、啊、搞乐团就搞乐团，画成这样干嘛？我们要直播啊，还没开始就被他抓了。听你跟你说，真的，然后说你在凶老师啊？我没有凶啊，不要凶老师，听到没有？我没有凶。请问一下，您是？哎呦，哎，洪教官，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您哪位？高嘉悦啊。高阿爸，高嘉阳。高嘉悦。哎，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我们是不意外。哎，洪教官。二十几年了，今年二十四年至少来在学校服务。主任。哦，你现在是主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学校变很多了。哦。我这次还好吧？是熊老师啊。标新立异，顶撞市长。没被记过吧？考虑。哦。我回去跟他把话讲，请带回去好好管教。所以就这样。是。以后不准对老师没礼貌，听到没有？啊，当真一点啊！啊，啊，就去娘娘。这没发生什么大不了事，把家长叫来只是讲两句话。我小时候读这边的时候，他就那么急车，我不用理他。他怎么在你家？找到你爸妈。啊，出差。打电话到我爸妈家，啊，不就我打，我就有接到。你这算小瞧了，小时候在走廊直接偷裤子，从右跑死。对，嗯，那今天是怎样？学生流行画家是不是？我是自我专业，小胖六六，不是阿北。阿北啊，这样没记过。嗯，是小胖那边住的，我大姐啊。阿南啊，嗯，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你爸妈说，你们怎么玩都可以。你要对老师礼貌一点，不要不礼貌，听到没有？你是为了阿乐才这么做的？怎么就为了阿乐？因为他被霸凌啊！
他是一个色盲。嗯，然后呢？他常常被乱花被欺负了。被欺负没什么吧？我小时候也常欺负别人啊，鼓励他就好了。没机会了啦。什么没机会了？他跳下去了。怎么会跳下去？讲清楚啊。他跳楼了，从五楼跳下去了。他死了。嗯，我们一直想办法让阿乐的声音被听见，所以才有直播这件事情。那直播有什么用啊？大家都在上课，谁要听你直播？傻孩子。5678。奋不顾身的我心跳，试着发出一点期待。有人来了，大声一点，那就浪费机会了。这个世界，哦哎哎哎哎，可怎么就被他熄灭？他就被他熄灭，他就让他熄。来，他把心给他，想成。去个你爸以前是热音社的，你有他帅吗？啊！玩音乐的玩到被记过，丢不丢脸啊？他在骂我。啊！看着我，我在跟你讲话。哎，还没有骂完。嗯，骂我马上骂完了。哦。嗯，哎，佳阳呢？他刚刚说他快到了，我问一下。哦，你叫快点啊。好，妈，你先进去。啊，妈没有办法救你哦。啊？妈妈救不了你了。高佳阳。你到哪里了啊？你不是说很快吗？
快点快点啦，阿妈在等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回去拿酒。你拿酒干嘛？我已经有带啦。没关系啊，哎，老婆，你骂的有够精彩的，我在天桥那边都听得到哎。你大声吗？爸妈，我来了。哎，家人来了。爸，这高粱送给你了，当生日礼物，生日快乐。哎，高小月，我这是干什么事？你没事吧？去学校干什么？学校找不到你们两个啊，打电话到爸妈家呢。他刚好在家，当然我去啊。不是，你害他被学校多记一个大过，你知不知道？啊，谁没有被记过过啊？我被记过过，你也被记过过，高家凯被记过过啊，好不好吧？那你什么都没关系，你去妈妈房间偷钱也没关系。我要偷钱啊？你吓我？你是怎样？你缺钱哟？缺钱找你爸爸啊？我没有缺钱啊，妈，我拿的是我的毕业纪念册，我找不到啦，我要找我高中同学啊。丢靠！是。爸，猪脚不够钱了，加酱油了。那是冲的，哎呦呦！不是，那起码是白糯了。哦，怎么长得这么像酱油啦？这干没在加。可以啦，可以啦，那个醋油酱油猪脚，醋油猪脚啦。妈，那我今天不带猪脚回去哦。好，该饭了，该饭了。差这么多，你会分不出来。你们都不要吃，我吃啊！自己做菜这样都自己走，我怕电会倒。啥？电倒？怎么弄？靠，真假的？我倒了，顶让而已啦，顶让而已。顶让吗？可是我朋友上礼拜去你餐厅，就说都倒了。真的倒了？哎呀，我那一百万呢、欸？啊，什么一百万啊？啊，你怎么会有一百万？嗯，一百万。妈，这你自己讲。我，你天真的倒了。嘉悦，你是真是。啊哈哈！好好吃顿饭那么难呐、啊！啊，拍手拍手，这我不好不好不好！啊，生日快乐！这送给送你。那个，我看这顿饭还是不要吃了，我出去忘记啊。我来要加金箔。哦，我出去忘记。慢的啦，高嘉悦。高嘉悦。高嘉悦。高嘉悦，你不是我生日才回来的，高嘉悦。啊，那我们现在来吃蛋糕好了。啊，在冰箱。哦，去拿。对，冰箱。蜡烛。慢慢，可以。哦，好烫。哎呦，小旭。好，我来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愿，前面两个说出来，最后一个放心里。第一个就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嗯。第二个愿望，我想要开车。不可能，不可能哦。你都扣我两年了，驾照。哎，那个车祸有多严重啊？你要拿到驾照，等我眼睛一闭，你就拿到了。哦，等不了多久了。哎，吹蜡烛。吹蜡烛。好。谢谢谢谢。嗯，叉子可以，没有叉子。对对对。好来。档次。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好。可以。好。爸，生日快乐。哎呦，你败家呢？是。妈，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醋溜的这个猪脚，哎，我帮你装一碗给你。可惜我放醋。但味蛮好吃的哦。我刚刚是熊熊煮出来，这个现在这个味道，这个是好吃的味道。阿伯，干嘛？你给他带回家。盗窃公物。哼哼，我偷裤子比较厉害。哼哼，知道就好。
俺今天在学校在上课，天龙伯喊你来一起。王美人，王美人打老师。你好。你好。啊，都乱讲的啦。结果竟然是你去看菜单，去吃甜点。我下次会再来。真的？下次再来。再来哦。好，拜拜。小姐，这个评价不要相信啊。啊、哦，看看就好。哎，老板，炒饭不行，炒泡面还可以啊。下次会再来。好好好。要不要吃一下那个麻花卷炒泡面？你在干嘛？排毒，行光合作用。不想做生意啊？客人不用拉啦，自然就会来啊。想进来就会进来啊，不想就不会。我刚刚在对账，很多钱我们还不完。上次说要顶餐厅的那个 Ryan 明天会带合约过来，合约内容我看过了，没有问题。你明天就不要啰嗦，签一签吧。嗯。我店都要顶给他了，你为什么要走？不要走。我先整理行李。不要，你听我讲。你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希望你留下来。不要走吧，不要走。行，不要走。我去买，好不好？等我一下，我去买。哎，大哥，大哥，打搅一下，原谅我，原谅我，买个东西，很快，很快。哎，大哥，他之前不是有那个黄色的？今天宾馆哪无都无啊？啊，街上没有就没有了。这个男的不行，这个没错，刚刚新掉的不行。哎，有没有薄一点？陈氏用件拢同款呐，都无同啦。我很敏感的，太后没感觉啊。靠，这一款很重要呢。小西，我看你这急，我青菜店姐卖红蛋啦。好，不这样。没走。加油，谢谢哦。大哥，我走了。好，谢谢哦。加油，好好好，加油加油。
这不是平常我们在用那个，这个也可以，蒙涌了。来，坐坐坐坐坐。哦，先让我喘一下。你都要走了，你还在管保险套？让血回流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你，很快就有感觉了，很快就会有感觉了。高佳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怀孕了。啊？不是你的。你刚为什么不讲？我不叫你不要买了吗？不是啊，我就是为了想要留你下来才去买保险套的，不然我干嘛买保险套？我现在在跟你说我怀孕了，是别人的孩子，你还在跟我讲保险套？我只能买保险套，不然我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不听别人讲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自以为是，这么任性，这么固执，一直都这样子。可是从以前我就是这样啊。你不就是喜欢我以前这样子吗？我们交往这么久了，我都没变啊。你到现在才在嫌弃我，是什么意思啊？我从一而终，我只有你一个，店可以没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改变，我想要你为了我改变。我说很多次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我不想被困在这个店里，我很不开心，你有听进去吗？我陪你做的是你想做的事情，不是我想要做的。时间久了我觉得越来越讨厌你，我很讨厌你，我不爱你了。你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你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可以问医生怎么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说啊，我有什么问题？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懂我在说什么，但你可以考虑重新投胎，可能下辈子就会懂了。店里的扛棒，你有没有考虑留下来？我当个手工做的呢。虽然说我们的店的分数不高了，但至少有2.8了。很多客人喜欢吃我的炒泡面呢。麻花卷炒泡面吃过没？我独创的。看来你还是喜欢的话，我不懂啊。没关系，你先签，签完我再告诉你。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都有标价，除了开心、难过各种情绪，但如果你想要特别高兴或难过的话，可能就得花点钱。而我今天把你这整间店都顶下来，我现在非常的高兴，你为什么不就赶快拿钱走？钱我不想要，把那些钱给娜娜讲，反正这几年我没有给她工资，算是对她补偿。你知道这点钱只能拿来还债吗？再怎么样也会剩一点的，全部给他了。
算是我一点心意。你现在什么感觉？我把你整间店都顶下来，我连你的人生我都顶了，什么感觉？还是你连生气的勇气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去死一死？你们两个真的好配啊，连讲的话也都一样。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天哪，你比我想的还可悲。明天我会找人来收拾，你那些该带的带一带，不该留的都别留。你知道什么不该留吗？你若有去，你若看到伊吼，你甲公公伊妈妈咧找伊，叫伊打电话回来。好，谢谢啦吼，谢谢。哦，你看你去哪里？去哪里？你也没有去那个店，就叫你不要骂他那么凶。那是叫脱裤子不用骂。啊，他是男生的，又不是少块肉。高家凯，嗯，你哥呢？我不知道啊。高家凯，你讲实话，你哥去哪里？他没有跟我讲啊。你说谎就打喷嚏。喂，讲啊，去哪里？等会儿，肚子饿，我在那边吃饭。好，去洗手。我怎么还笑？我不舒服啊，你很冷。好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谢谢。哦，这么紧哦。有没有洗手洗干净？有啊。哦，好，那吃饭。哥，你怎么了？嗯嗯，没有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嗯。太饿了，是不是？来，赶快。好。你去。嗯。那。怎么了？好吃吗？嗯。呀。是你请求网络交友、啊，悠悠，你怎么来了？星星过敏，人都比较近啊。你不敢被我跳车哦、啊。精神外遇啊，他们两个就从那时候开始吵到现在。我要回家了。高佳悦，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没啦，你最棒啦，全世界都需要你。徐小星，你是我初恋，看到你现在这样，至少离开的时候心才不会有挂念的。